唉，今天当掉了您家的手表，连着输掉了6万多块，有什么方法可以拿钱呢？朱小珍5点就起床了，我4点55分放火吧。1单元1802，我们家着火了。喂，蓝色钱江这边着火了。你先叫人出来，先叫人出来。哦，快点啊。有没有人啊？在北边的房间里。边上有没有布啊？弄点水捂住鼻子跟嘴巴。你们现在几个人被困啊？有没有人呢？水压无名等变化。